么是裸体呢？因为待会会穿上装备，下面的红宝箱都是各种装备可以穿，那等红宝箱开之后才能穿，现在不开的话就不用动它，没有关系，那就可以下一位来上一个裸体，裸男或裸女。OK， 一个书生型的就出来了。来，再下一位。